I can't be sad with you. Just take my hand and fly up through the dreams where the skies are so clear with you. 因为我刚刚配了自己实体配，我觉得比这个上面更好看，所以我就用了一些别的颜色来搭配，但一样是三朵花。I want to keep it simple. I can move this here. You want to make the hole? Okay. Yeah. I think it's pretty nice. I think the color, look at this, it's a little bit of red, a little bit of this bag, and then it's metal. I think the combination is pretty good. Unicorn, I'm gonna go for unicorn. Okay, and the letters? The letters? H-E-A. So happy ever after. 就像童话故事里面一样，就是一直幸福下去，我就再把三个字嵌在这个包包上面。I want to do it gold.金猪年用个金色，好不吉利。独角兽象征是纯洁的爱、健康和强大的力量，所以我要把独角兽印在这个上面了。Very nice。觉得独角兽好可爱哦，可爱。我的包包做好了，做完了，然后在这边要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这个包包要送给你们，希望你们都可以永远幸福快乐，身体健康，然后天天开心，不管有情人没情人的，每天都要开心哦，情人节快乐。Hi Vogue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 Hannah 昆凌。我自己是还好，我自己觉得还有很多进步空间，但是我很开心工作越来越顺利。我今年想要学一个新的技能，然后我希望可以再多专攻武术训练。其实我觉得他个人还蛮适合一些就是比较前卫，然后比较一般人没办法驾驭的眼镜，因为像我就是没有办法驾驭这种眼镜，所以我觉得他个人还蛮适合这种。但是因为他平常戴的墨镜比较是属于像那一种，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眼镜啊，现在很时尚眼镜都是圆圆的眼镜，但是因为它又有别于以往就是很圆的眼镜，它是上面有一点点这样椭圆，然后我觉得很修饰脸型。好吧，那就送老公这个啦。Hello Vogue， 大家好，我是 Hannah， 她是 Maggie， 很可爱，很任性，很有自己的主见。加上衣服，她如果不穿衣服，她会表现出一个很不自在的感觉。我想要问她说，她平常不吃饭呢、啊，是因为怕吃饭会伤到胃，还是说她真的不饿？最能让他感到开心的，我觉得是跟他玩的时候，而且是他有点点生气，是他最嗨的时候。就是我们在沙发上躺着的时候，然后他就想要凑过来这样，然后就把自己钻到被窝子窝，这样看我，然后这样土哥就觉得很可爱，然后就把他拍下来。对，最令我哭笑不得哦，就是妹妹想靠近他，他就会跑走，而且是还没有到很近的时候，直接要准备匍匐往他那边跑，他就跑到我们的另外一边。大概有10只狗狗在一个笼子里，然后有非常多个笼子，然后他们在里面，其实你看得出来他们有不同的个性跟遭受过不同的打击，所以我觉得在里面你会看到很多不同的狗狗，然后其实还蛮难过的。可以呼吁更多爱狗的朋友，就是也可以帮助流浪狗。对，然后因为想说爱狗的人看到玛吉会觉得很可爱，然后由他来转告大家就是流浪动物的讯息，然后还有自己对动物的一些知识，就是我后面有去问兽医一些医学上的知识，因为这些可能是我也不懂的，然后可是我身为一个主人，我也想要理解，我也想要了解，所以我去问兽医一些 Q&A， 然后他有回答我。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决定好要养自己的宠物的时候，就是不离不弃，负责到底，领养代替购买，因为这些狗狗很需要一个家，然后你也很需要一个宠物陪伴的话，
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Yo, what's up? 我是 Hannah Quinley。我今天是要准备这个开箱文，是 Coach 送给我的情人节礼物。我在这边先祝大家情人节快乐，祝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如果没有情人的话，也要让自己很开心。祝你们情人节快乐！好，来打开喽，来看看是什么呢？看看，哇，是一件衣服哎！看看是什么？哇，我收到一件衣服，好像可以就是穿去情人节晚餐，好像不错。但是纽约有点冷，我可能需要加一件外套。但这件真的很美，看它这个，哦，而且还有 detail 哎。我觉得我就是很喜欢 Coach 他们的设计，就是他们都会在就是有剪裁的衣服里面加一些趣味，我觉得时尚有一点不同的风味。Thank you, Coach， 情人节快乐！然后 Vogue 也送了我一个情人节礼物，我听编辑说他非常用心帮我准备。怎么听起来好像预感不太好？好，我来看看你送我到底是，哎、欸，很用心，你很用心，你还是一列印啊、哦？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谢谢，而且谢谢你选白色，我下次遇到 Carrie， 我还是要请他帮我签一个名。哎、欸，不错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觉得很酷，而且刚好留空格给他。哦，不错不错，谢谢。不会，好，我觉得这个也很不错，是个很纪念价值有意义的一件衣服。Thank you， 谢谢。情人节要干嘛？情人节要工作、啊，工作完会好好吃一顿饭 ，and that's about it。对，然后不要叫我在镜头前面说对他说的话，因为不可能，我太害羞了。No， 有没有好看一点的颜色呢？好了，我决定送老公这个好了，我送他一个 H， 让他把我挂在身边，时时刻刻想着我。Do you have Mary? Can I try? Okay, grazie.我觉得好像比较亮哎，这个还是这个。How much for one? 55. OK。好了，我买到我第一个东西了。我第一个东西就是长这样，这个好看的发箍，我觉得它非常有异国风味。然后我决定什么送人自用两相宜，就是我女儿可以用，我也可以用的一个发箍。Good good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收获，我要继续逛下去。这好可爱哦！我想买回去送我妈，可以吗？这是一个胡椒粉的那个容器耶，超可爱！哎，超可爱的这个 ，Hola， I want to buy this one。如果来墨西哥，一定要买这个。好，我这边装进来，我妈一定会很开心。这怎么这么可爱？我要买一件 Romeo Green 好了。其实我刚看到这个，其实也蛮适合老公的，然后又有墨西，对啊，很有墨西哥的感觉。好了， Romeo 的礼物到手了，想想他穿的样子应该蛮可爱的。Grazie。这杯子也太可爱了吧！其实我爸有在收集各国的杯子，我是否应该买一个给他？我决定要来送他一个杯子，看哪一个好。我自己很喜欢这个、啊，但爸爸用粉红色好像又太娘了。这好像很有朝气耶，这个杯子，好像一整天太阳日出。好，我决定要买这个给他了。好可爱的磁铁哦。就是去各个国家，我都会收集磁铁，然后放在冰箱上面。你们觉得仙人掌好还是跳舞的女孩儿？
这露屁股的也好好笑。还要不要 pink 仙人掌？那就送给老公这个喽，粉红色仙人掌。真想不到要送他什么。为什么要送这个？因为粉红色。Thank you。然后因为加上我们有在收集磁铁，会贴在冰箱上，所以这礼物很不错吧？希望你会喜欢。婆婆喜欢什么呢？还是我送婆婆这个 ？I like that one. I like the black one. 它在哪里 ？Yeah, I like that one. Thank you. Grazie. Good. 所以我是大功告成，每个人都有一个小 souvenir， 所以 good good。我很用心的帮我每一个家人挑了一个礼物，然后我觉得非常代表墨西哥的风味。Anyway, I had a really good time 今天在这个市集，然后买了很多好东西。好，可以，拜拜。